拿起麦克风，网红蔡阿嘎对着镜头深情演唱。只是这首旋律明明就是动力火车的《我很好骗》，但是歌词却好像有点怪怪的。我很好骗，只需要动用几滴眼泪就会深陷，才刚挣脱的那张诺言。日前蔡阿嘎才在 YouTube 频道上传《我很好骗》 cover 版，从歌词含义再到画面出现的精品纸袋，都是在暗讽前员工罗拉，应广大网友要求才将歌词改编成 AB 合约版。来一罐这个 AB 优酪乳啊，这样子一半啊，我们这个比例大概是1:1，一半的 AB 优酪乳，然后呢，这是我们精选的精品拿铁，一定要精。又是 AB 又是精品，话里话外真的超级讽刺。不止如此，蔡阿嘎几天前也曾发过一支酸味满满的影片。哎，蔡先生买鞋哦？哎，不是 ABC 吗？我可是不买的啊。除了 AB 以外，竟然还有 C， 也让网友猜测是否还有更多内幕。而蔡阿嘎近期开酸不手软 ，YT 主页面其中一个人的背影还被换成了优酪乳。阿公60大寿啊！好难端哦！哎呀，都说哆啦 AB 梦啊！哦，用心，就连卡通人物都可以拿来自嘲，也就是这种心态，似乎让蔡阿嘎超多粉丝瞬间回归，认为他虽然被骗8位数的钱，但还是充满幽默感，没有散发负面能量，成功吸引一波追踪热潮。TVBS 新闻龙昌沈寿综合报道。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，记得下载 TVBS 新闻网 APP。